哎，有了啊，来吧。来把打野剑圣。我打野，我走飞龙路，飞龙路，哎呀，行，飞龙路，我来个剑圣打野 ，My Blade Injured。快点选那拉克斯，还我又有亚索，这把我不把你们给砍死，你看着呢，我的剑圣复仇刺客，虽然我们没点券吧，上单蓝枪来个右啊，我们缺个右，别玩那蓝枪了，玩点别的，给我换一个行不行，换别行不行，我们缺坦克，来个右，那蓝枪啊，哎，真是讨厌厌的，不是这游戏玩德莱文能玩吗？那个手游，手游德莱文能玩吗？对面也缺坦克，对面不有卡米尔吗？啊，那也确实没坦克。俺们家有的布里茨可以啊，他布里茨这什么皮肤？有点好看的，拳击手吧。阿瑞文，You are on the mirrored side of the map. The lanes are swapped. Welcome to. 来把长剑出门，学个阿尔法突袭。我们可以那啥呀，可以抓一波，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抓一波，不过算了吧，没有人啊，这应该是红吧还是蓝，这是红，对，先打红啊。这剑圣这英雄可简单了，打一波也就升一级，嗯，我们先去打个三棱，还是，哎呦我中路上来就送了，漂亮，对面什么打野记着不，我给忘了，对面是个什么打野，有人知道没？这咋没升呢？卡米尔打野，那我不打死他呀，这剑圣打野也太伤了，漂亮的上路 ，nice 啊！我来了，闪现，念咒，快跑！漂亮，好高！回家啊！
攻速确实太慢了。哎，我这机器人机器人好样的啊、哦！没有打野刀，走杀个安妮儿，哎哎，我到上路了，我到上路了。刷了，打个河蟹去。来个红惩戒，我们直接去中路砍着亚索，这亚索就是个弟弟，直接去砍他去。来，直接开大招。念咒，我应该能打得过这一怪吧？哎，等会儿啊，不对劲，回点血去。哎呀，先买个鞋。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这剑圣打野这么伤吗？这怎么打野不掉血呢？哎，我玩的武器大师打野都没这么伤。中路杀亚索来，nice， 这回我再打个野，他奶奶的，我还不信打不过你了呢，还。秀不秀？我刚才这波秀不秀？快跑，千万别回头！来个破败，我们已经破败了啊！走，帮一波忙去。Middle turret is under attack. Fall before strength. 有啊，走，不打了。咱杀个亚速啊，找到这亚速，人家这亚索伤害咋那么高呢？他250才能打得过我剑圣，我操，我都服了，凭什么？凭什么我的剑圣怎么回事？德莱文死了，来，我来波上路。怎么还投降？投上降了呢？
Let your eye blind you. Attack this. 我到了啊！我到了，我到了。可以啊。Ally slain. Engage. 念个咒。On my way. Bottom turret is under attack. 下路怎么回事啊？下路。好，轮到我了啊！Enemy slain. 打个野来。看来不行啊。咱打个峡谷先锋吧。能打死这亚索吗？哎呀，差一点点。我几级呀、啊？我九级，九级还行啊，其实。哎呦，我漂亮！德莱文，卡密尔5500，我6000。还行，其实还行，我说实话。最差的经济，我比那什么，我比那卡密人好像还好一点。走，去波中路，这中路一看是要干起来了啊！抓抓抓抓抓抓！这一个都没打死，确实有点烦、啊。没操作好，说句实话，这波操作好，感觉能全杀。哎呀，太难操作了，真的。打的时候又得按惩戒，又得按 Q， 又得按 E。完事还得按斜，还得按大，还得点打谁？超了。先来个电刀。Enemy slain. Enemy slain. Enemy killing spree. 哎呦我这亚速 Cadence Spray 了，到我了。哎呦我操！轮到我了。啊！嗯，哎呀，这我踹死了。Enemy turret destroyed. 卡密人怎么追我来了呢？不应该呀、啊！漂亮！这拉克斯玩的还行啊。I will show you the path. Enemy slain. Ally slain. 我感觉我们想收割一波也是很容易的，真的。抓抓抓抓抓抓！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跑！ADC 呢？给我出来了！
押题吧按吧，反正对不起打错了，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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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亚索确实伤害比我们高哈，不知道为什么哎。看看人家，他的亚索确实还行啊。其实有可能我们在他们眼中也是那种很厉害的高玩，你知道吗？很厉害的高手。这波我一血前指，我去把这亚索杀了啊！注意看什么叫三刀。Enemy slain. Enemy turret destroyed.一血前耻，不需要多余的操作，对不起，只需要砍。他还得抠，他还得抠，累死你啊，累死你！OK， 拆一波塔。哎呦，这金克斯挺狂啊！给我杀！砍塔了，小伙子，我跟你说啊。要不然走吧，兄弟们，扫人呢。扫人呐、啊，兄弟们，扫我，扫我，扫我一个人啊！能不能打过？漂亮！哎，我是不是得开自动追击目标啊？啊，我是不是得开自动追击目标？我是不是没开这个呀？他是不是就不砍那金克斯？不能开这个，那不开了呢？I will show you. Did you miss it? 开头像锁定。Middle turret is under attack. Top turret is under attack. 优先显示啊，还是固定显示啊 ？The enemy team has stolen the dragon.哎呦啊，好家伙，这咋这么多人呢？人有点多呀，咱们能不能团一波，跟队友打波字啊？团，能看见不？团，啊，兄弟们，团啊，团一波，团一波。这我已经从无敌变得有点拉了都。德莱文被龙打死了，那大龙老猛了。还敢去找大龙单挑，我就打过的这玩意儿了。
哎呦我漂亮，这波能不能让我收割一波？我已经卸手了。往下路走一波都。左边卡莎，妈了个巴，打个蓝 buff， 这家伙给你狠的。拿下，几个人了还剩，直接三杀。点头像能锁定攻击是吧，我试试啊。那德莱文能打过吗？德莱文才杀14个，我们都杀10个了，还差一件装备神装。Form before strength。 哎呦，鞋给我开起来，这波我收割了，直接给我往上冲来。快别念这儿了，我杀崩了。拿下，卡瑞一把。还是铜牌一，我们马上就白银了，兄弟们，青铜一了，已经很快了。这不是我 MVP， 我的天哪！那亚索6-13，看来玩亚索的都是这个样子的啊。行，兄弟们，喜欢直播记得点一下我们右上角关注，给大家一个波波。明天见，明天早上9:30见。10点见啊，错了，9:30。